破碎之海珍贵宝箱三个坑怎么过？首先往后面走，听说这个很多小伙伴过不去的，能自己过的都很厉害。需要红红的东西点一下。打一下这个活史莱姆。不是这个点一下。这个拾取过来，长按安装到这里。令人叛乱。点击一下，让他快回去。接下来找第二只，从这里过去。旋转一下，让魔水流动吧。喝饱了就回去吧。第三只在下面。飞下来，清一下怪，三个积木复原一下，好了，这就完成了。